躺平发育又更新了新的剧情模式，强行变卖。哎呀！不是吧？一周前更新的御敌千里，浪哥我还没有攒够蜜罐币来解锁呢，今天他又更新了，浪哥我吐血的冲动都有了呀。目前呢，我们就100来个蜜罐币，换成碎片之后，那这两个剧情解锁哪个好呢？哎呦，浪哥，御敌千里我玩过啦，那天刚更新的啦，来，我帮你。我可怜的蜜罐币和碎片啊！算了算了，既然已经选了，那咱今天就给小伙伴们详细讲解试玩一下这个新剧情啊。对了，老规矩别忘了，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，给浪哥长按点赞，冲10000啊！安排。强行变卖，顾名思义啊，就是可以变卖盟友的所有财产。开局呢，咱们先随便选择一个房间。哎呦，怎么这么多人往这边走啊？兄弟，你确定要跟我抢？是意思吗？嘿，有勇气。不过不好意思哈，我先到了。我警告你啊，不要那么拽。哎，兄弟，别着急走啊，这不还给你留了一间房吗？滚！嘿，脾气还不小。给你个大嘴巴！走。咱们这个房间舒服啊，房中房。哎，前面有两个队友替咱们顶着，队友没死之前呢，咱们一点也不用担心联盟者。那抵抗联盟者的任务就先交给他们了啊。咱们呢，先观察一下新地图啊。左上角这边是一个 U 型房啊，只不过一个人在这里，还有个小保安室，没什么安全感啊。左下角呢有三间房，还有一个标准的房中房，只不过呢和咱们的连体四人房比起来啊，它也就那样了。再往右边看看啊，好家伙，这是什么房型？一圈包一圈的啊，大肠包小肠啊，不会绕迷糊吗？为了小伙伴们更快的了解新地图啊，浪哥我干了一上午，终于是把全景地图给小伙伴们制作出来了。当当当当，可以方便小伙伴们后期选择房间，需要的赶紧截图保存吧。我来。好家伙，一转眼联盟者就3级了，咱们造一个4级炮台啊，帮帮队友啊，毕竟还要靠他来帮我们抵挡联盟者呢。管理。留了。哎，我才发现啊，这个模式好像还继承了御敌千里的特性，咱们的炮台在这个模式里啊，射程也是出奇的远啊。那这个地图真是没白解锁啊，既享受了御敌千里，又能玩到强行变卖啊。Nice。嘿，你们看，这小伙子发育还挺快啊，那我可就要在你这里体验下强行变卖啦。拿来吧你。哎呀！哎，门不能卖，但是好像可以给他看视频免费升级。啊，可以啊，那这不就增加了我们获胜的几率吗？啊，すごい。去，怎么回事？第一道门怎么这么快就破了？我还没好爽呢，啊，赶紧帮他下。留了。嘿，兄弟，既然你的门已经被破了，那你要这些游戏机啥的也没有用了，那我就帮你免费处理了吧。哎，不用谢我，谁让我是好人呢？啊！举他来了！好家伙，又来了。这里呢，纯含齿王道理我还是懂的啊，咱们就可以给他把门升级一下，直接看视频升级到顶级黄金门。哎，这下应该就没问题了，咱们就可以安心撸羊毛了。啊，都是邻居哈，咱别太过分，只把游戏机给他卖了，炮台呢就给他多留一会儿，帮咱们一起抵抗联盟者。谢谢啊。但是他们呢就不一样了，离我又远，那就全都拿来吧你，还有你也都拿来吧你。管理。哈哈，要不说还是这样来钱快啊，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啊，我就已经升级到7级床了，还外加了几台游戏机。哎，这要是让我自己发育啊，还不知道发育到什么时候了。滚。耶，这是嘛呀？这不是猖鬼吗？哦，原来这里面联盟者也被加强了呀，其他玩家被抓之后变成了猖鬼小弟呢。不过嘛，这满地门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况且邻居还给他加了一个倒刺儿，咱们就继续安心发育吧。得了，又没钱了，只能向我们亲爱的队友再薅一点了。我太难了。情况不太妙啊，队友怎么就只剩我们两个了？这边联盟者这领了两个猖鬼来闹门啊。兄弟，你倒是把炮台也给升升级啊，就这么让他们一直挠下去吗？完了，他们三个都升到10级了，这门照这样下去迟早得破呀。得了，真是说破就破呀，他那满级门都扛不住，就更别说我这震惊一的门了。哎，害人终害己呀。好啦，小伙伴们，就今天的这个新模式强行变卖了。最后呢，浪哥悟出个道理啊，做人凡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啊。
羊毛症不能撸太狠啊，不过薅起来确实爽啊。没玩这个新地图的小伙伴们快试试吧，如果有新的玩法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浪哥我哈。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，记得点赞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